请你 Miss Michelle 和 Miss Jessica 荣获了这个 The Best in Kitchen Cabinet Manufacturer。OK，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公司呢，主要是说那个 built-in kitchen 跟 wardrobe， 然后我们是专门定制的，就是 customize， 然后是我们的风格就是先走会有 traditional， 然后到 modern 都是有的。那我相信每个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秘密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公司如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秘密就是说努力，这个是努力的成果了，可以说是就只要不怕失败，就会成功。对对，成功荣获这个奖项，有谁是你最想感谢的，或想要跟他分享这份荣誉的？对，当然我们是最想感谢我们 Intech Kitchen 的所有员工，没有他们的付出，我们就没有今天。然后当然也是要谢谢在家里一直支持我们的家里人。对，家人和员工都是很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信赖。对，客户没有的话也很难做。恭喜你们哦，再一次也希望你们的公司可以蒸蒸日上，步步高升。谢谢 Thank you。